哇，这是块白珊瑚，好大呀！这么漂亮的白珊瑚，就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。这个派大星跟手一样大呀，非常的漂亮啊，可以带回家做个标本。这个海参好小呀，不过挺胖乎的啊，圆溜溜的。呵呵，哇，我去，妙了！这家伙伪装的真好啊，刚才要不动了一下，我还真没看出来。一只鲍鱼啊，我看它爬了好半天呀。一只猫眼螺挤一下，我去，好多水啊，这玩意儿解压啊。收了吧。发现这正在爬行的蜘蛛蟹啊，这个小家伙太瘦了，不要了。这里发现好东西了，看，哇，好大的一条鱼啊，这个头是黄色。哇哟，这家伙，往哪里跑？来吧，哇，这是一只怀孕的蟹妈妈呀，咱就把它放了吧，走吧，走啊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哦，有点吓人哦。哦，这个好像是个龙头骨吧。